大家好，我想吃烤包子，这个先试一下，看能烤成功。天天都馋你吃这个菜面吃。那行，你来我这吃个菜面。面粉里面放些发酵粉，这大概就是一斤面三克发酵粉，用温水和面。这个面拆下来稍微热一下，面发量配大。这提前准备好的肉末，把它再给我炒一下，油烧在那生姜下放进去，肉倒进去，炒的变粘水，给里面沾点料酒，生抽。黄豆酱，炒好的肉倒到洋葱里面，葱花也倒进去，给里面放些胡椒粉，再放些盐，不饱，我叫个福宝，哎呀，啊，我把你名字硬硬的真狠。盖开，你回盖再粘合了，就这一个，把面一翻，给挤走。给上面刷上油丝，卷起来，切斜了，就这一切斜斜子，切成的，拧一下，好。用手捏一下，撒上蛋黄，上面撒些芝麻，这东西现在已经预热好了，现在把我妈做好的饼放在里面，热子在上下200度烤40分钟就可以有好吃的了。啊，给姐姐你个门儿，门儿在哪儿？门儿，姐捏个门儿。哎呀，妈，快来，看咋样？哎，你慢点儿，看，咋样？美黑，来给，做毛最着急。看，佩青一定要才吃，要不然把我嘴是疼。嗯，你爱吃包子吗？对呀、啊，尝一尝。这包子烧的又烧又香，啊，我都掉渣渣了。嗯，美很，这外皮跟那蛋黄酥那还有点香，底子烧的很。哎，这底子底和烧太烦。哎，嗯，不包，不要弄，尝我咋样？好吃吗？嘿嘿，我还刚好。